请慢用。这个是，怎么有玉米啊？对啊，我要等你加玉米。对啊，我也看。好，现在来吃一口啊！耶，太臭啦！你还给人家滴口水，你这老板你好不好意思啊？一直给你臭脚，臭脚没吃。对啊，怎么还有臭脚丫？那是 Spider-Man 的手吗？不是啊，哪一个？玉米做的 Spider-Man 的衣服。哎，你这个变得很像 Spider-Man 的衣服哎。红色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这套。想着变成小 baby， 玉米。变成小乖，变成乖乖又在哭了。对啊。那么为什么那么喜欢哭啊？因为你被他罚站啊。罚站就要哭哦。对啊。那为什么要罚站？因为你公公他一直吵你啊。爸爸有没有说不可以进、不可以敲门、不可以吵？对啊。然后为什么他们还要吵？对啊。你他们好奇怪呀。所以被罚站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所以大人在工作可不可以吵？不行啊。不行啊。对啊，就像依依在玩粘土，我也没有给你拿走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样依依可以专心玩哈，专心玩才好玩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不然玩到一半给人家拿走，这样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。等一下，得吃一个牛排哟。你太臭啦！这是粘土，这不是牛排啦。我要吃，我要做那个草莓形状的，这一个。对。请问做好了吗？还没。为什么还没？妈要先把这个颜色煮三锅。煮三头螺。